诚信立足社会，服务创造未来。经营理念是企业家及其管理团队对有效经营企业的基本看法。男人长毛或为低处虫。哎，你身上好像长毛啊。处虫在夜晚爬上你的床铺。努力做到讲真话，守信用，守规则。时间你们干嘛呢？一个一个的，啊！瞅瞅你们样子啊，一个个往那儿一摊，像是卖车的样子吗？能卖出车吗？而且这是客户休息室，谁让你们在这待着了？我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。如果你们把自己当朽木的话，我也就不再费神刁你们了。都给我回到工作岗位上去，快点！